小小少年到如今这你别笑我的猫好像知道自己很可爱妹妹你舌头忘记收回去了如何判断一只猫是不是装傻？憨憨虽然从小看起来就傻乎乎的，不过有时又会表现得挺机灵。今天我就打算来测一测它的智商。首先来一个基础挑战。哎呦我的妈！目前看来脑子不太够用，提高一下测试难度。哪里？这咋碰不到？对了，这些都是我买肯德基清仔套餐送的，主要是为了里面的玩具啊，所以花了你的罐头钱。你去哪儿了，憨憨？你在对我的客人做啥？Hello, it's me.原来是你在那。没有，不是给你做的。老粉都知道，妹妹以前很护着弟弟，有啥危险都会挡在弟弟前面。现在他俩都长大，我想看看妹妹还会不会保护弟弟。好了好了，别给我弄坏了，这是才买的石头机10S Pro， 当时觉得它这个遥控加实时视频功能挺好玩的，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它的清洁力是真的不错，猫毛弄洒的猫粮牛奶一遍就搞定，它的智能避障还非常灵，特别适合我家这种猫多地形复杂的客厅，而且自带清洁基站，自己洗拖布打包猫毛，等过两天装上自动上下水，连换水都不用了。他还也学会还手，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